2023年2月24号到5月4号，单笔消费满新台币149元，赠刮刮卡一张，通通有奖。丹丹汉堡跟宝可梦联名。两张刮刮卡，今天是雪雪跟兔兔陪我们来吃丹丹汉堡哦。郭家麦、果汁鸡、大葱鸭，神奇宝贝都来了哟。那好，可以不用看，不用看。啊，我讲不了话，难道不行？这个烤酱鸡堡特价29元新台币，红酱波浪锁特价29元新台币，没有中宝可梦的周边商品，发票上面就有取餐号码哦。取餐号码在墙上。璇璇、兔兔带着神奇宝贝，跟我们一起来丹丹汉堡哦。所有套餐都配一杯新台币23元的饮料哦，可以加钱选其他饮料。冰红茶牛奶，冰咖啡牛奶，苹果汁，只有高屏地区有苹果汁可以选哦。待会介绍配餐就会省略掉饮料的部分。七号餐，烤酱鸡堡加脆皮炸鸡，我们可以选鸡腿或鸡块哦。大碗豪爽餐，排骨酥肉羹面，配香酥米糕。八号餐，香宁集市猪排堡加猪肉可乐饼。有附酱油膏，咖喱酱，黑胡椒粉，那这个大碗真的有比较大哦。它一般的那个什么面线羹都比较小碗一点，这个有比较大碗。今天雪雪、兔兔跟我们一起来吃这么好吃的丹丹汉堡。这个香酥米糕是丹丹汉堡的特产哦。这个是皮卡丘，宝可梦跟丹丹汉堡联名。
香柠吉斯猪排堡新品上市哦，它的柠檬味是来自于那个柠檬塔塔酱。这一组是珊珊的套餐哦，珊珊的八号餐，还有猪肉味哦，加咖喱加有没有比较好吃啊？有吗？它的咖喱酱偏甜，不好闻。里面就是猪肉、玉米、马铃薯、烤酱鸡堡，就是芝麻面包、生菜，有酱汁的鸡肉。这个就是炸鸡块，丹丹汉堡的炸鸡必点。这个是东东鼠，这个是皮卡丘，这个是卡比兽，都是神奇宝贝。丹丹汉堡是台湾素食品牌，特色是中西合并式的餐点，有素食南霸天的称号哦。它咖啡带有苦味哦，它的咖啡牛奶不错。那苹果呢？苹果吃 OK 吧？有点苹果西达那种感觉，但没有吃。好好哦。它有肉羹，还有排骨酥。它面条是细的。加黑胡椒粉更好吃。先下个酱油膏就好了。它的酱油膏竟然颜色是比较浅的呀，里面纯粹就是米膏。哇，好创新哦！而且它酱油膏有点甜味，不会咸，好吃，好特别啊！就是油饭的味道。对啊，炸油饭。哇，午后的阳光进来了。里面有香菇跟木耳哎、欸。超好吃的。里面有花生跟木耳，好吃。香酥米糕吃到最后，感觉很像在吃糯米肠哦。啊，好香！有咬劲的肉羹，好吃。王子面的味道哦，排骨酥、肉羹，还有一些蛋花、高丽菜、面条。